熟能详的曲子，歌词内容充满着欢乐的气氛，我很喜欢这首歌。这首曲子带给我温馨、快乐与感动，因为它所描述的快乐天堂，就像是从学习、了解，进而互相扶持的大家庭，我们的合唱团。
晨，你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吗？知道啊。接下来这首《钢侠烈儿》献给全天下辛苦的爸爸妈妈，也祝福现场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。
的眼神，您慈爱的眼睛，温暖的双手，总是给我们满满的爱与力量。让我们再一次给老师、小朋友以及背后辛苦的妈妈们最热烈的掌声。现在我们要中场休息20分钟，敬请。